心，音乐才子黄国伦的老婆，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传奇，让很多人记住了音乐大师黄国伦，也让人记住了他的贤妻寇乃馨。而寇乃馨曾经交了若干个男朋友的她，最终选择嫁给了黄国伦。婚后生活的他们如今成了荧屏上的模范夫妻，把婚姻生活搞成了童话，让很多人只能跪舔屏幕吃狗粮。寇乃馨近一两年在电视上曝光越来越多，其中在情感类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当客座嘉宾的精彩表现让很多人记忆深刻，她的伶牙俐齿，她对婚姻独特的见解让人不得不佩服，所以很多人称她为一个最会说话的女人。最近她在今日头条开了一个网络脱口秀的栏目《扣人心语》，多次提到了她的婚姻生活。就在前阵子，她帮黄国伦在北京鸟巢亏本筹办了一场演唱会，他们谢绝了所有的商业赞助，自掏腰包开办演唱会，这在娱乐圈实属罕见。参加了那场演唱会的朋友记忆应该会比较深刻，寇乃馨在演唱会的舞台上爆出了她的2018金句：女人呢，我不买包，不买钻戒，不买时尚名品，但是我只买我老公的梦想。一个可歌可泣的浪漫故事，很多人哭了，这波恩爱秀的猝不及防。作为黄国伦的经纪人，他把夫妻情感看作是一场投资，投资不仅仅是黄国伦的梦想，投资的更是自己的梦想。他说，其实女人真的不是不能为了爱付出，太能为爱付出，也太愿意为爱付出了，但是绝对不能够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付出，付出就一定要求连本带利的收回来，这不是功利，这是一种公平跟平衡的法则。我爱你，你也爱我，才是最美好的爱情状态。所以当我们付出的时候，绝不能只赔不赚，我要连本带利的连这个男人的心，连他的忠诚，连他未来的光明前途都一起赢回来，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付出。看到了吗？人家是有智慧的，不仅仅是感性的，还是很理性的。5月22日，寇乃馨发微博庆祝生日，在微博中他写道：多年前我曾祈祷，我要成为你人生中最美好的礼物，但事实上却是你才是我今生最神奇的惊喜大礼。我的生日，我的男人，我的感恩，我的满足，童话般的婚姻。